棒在投手鼓上击出紧凑的节拍，张金图老师熟练的敲打鼓面，从他十二岁进入宣社学习开始，这项技艺便跟着他走过漫长的人生岁月。刚学过了后，我十二岁，迄阵啊，阮老爸应该是老爸啊啦，阮老爸是父不教子啦，不爱教我啦。伊甲伊真好朋友，你安尼大名鼎鼎，啊，恁囝也无爱教，你毋是要教啥人？开始才教我。但是你教爱中间哦，经验低，几百字的谱哦，爱爱唔了爱听，唔对就欠啦。啊，咱即摆欠了关系哦，惊心，无念个一个哦，唔敢出去外口佚佗啦。啊咧，我13岁、14岁，我出去赚钱啊。在北管。当然他有吹有拉有弹有唱，但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我们讲的投手，投手就是指挥打鼓啊，鼓老。那么张金图老师这个打鼓这一个块面他非常的精炼，也是等于是从一个子弟团啊，到最后他已经进入内行班。打鼓的人就是万金主帅，你打，啊，你知影师傅，你搬会出头，吼，啊，伊的动作，伊的讲口白，啊，拢应付，爱应付，伊唔才会好出息啦，头手才会好手，好出息，即搬你才会顺足啊，即安尼袂去安尼堵到了，怎么样？爱拢配爱配合头手的就对啦。从14岁起接触布袋戏后场音乐，张金图老师历经一婉然、新婉然、小西园等布袋戏团，更在小西园担任舞场领导。张金图老师，他也长期的帮这个小西园来做这份工作，而且就是因为这样，他也到世界各地去表演。在小西园的演出，除了北管，甚至所谓的外江啊，就是京戏这一块，张金图老师也非常的有研究，所以到最后呢，就把这个鼓就是融会贯通。那么在台湾，我们的布袋戏的这样子的一个表演，是有相当重要的一个功能跟成就。张金图老师哦，已经80几岁了。从他们年纪轻到现在，对这个北管的戏曲的贡献哦，其实应该是无话可说啦。对了，他们下一代的一些宣传的时候，他也常常在跟我这个总干事来讲说啊，我要怎么去做。然后从去年开始，我们就在台北市的大同区那区公所2楼教室，朱金龙老师。还有张金图老师，还有陈金来老师，三个老师都在教。张老师哦，你教阮遮囡仔，你哦，拍鼓啦，你拍草本这些的，真认真教，哎，袂讲真歹啦，哦，真好听啦。所以阮大家也真肯教伊学，安尼是啦，吼。啊，过来就是张老师对人对遮阮遮学生人也真，大家真欢乐，安尼是啦，吼。啊，大家真肯改啊！你看咱的偶像啊，大家真爱改学安尼生啦。投手鼓的鼓音控制后场演出的节奏，让一场场演出更加精彩。张金图老师就这样屹立北管后场数十载，不变的是咚咚鼓音和张老师充满生命力的节奏。